那个声音究竟是什么？我像是被他操控很久了。哇啾哇啾，走吧，先找到一条出路。荒墟是流放罪人之地，若执意被你天道，你的下场就是葬身此地。你到底是什么东西？顺应天道，回到你原本被写好的故事里，又或是无休止的战斗，直至葬身此地。你可是想通了？我为什么要听你的？你到底是什么东西？天道，在这个世界里，每个人的命运都是早被写好的故事。顺应天道，无需反抗。什么写好的故事？什么天道？冥顽不灵。仅此而已。蛮荒之地，却有不少道长剑气。
别妨碍我。冰白雪域，天寒地冻，生冷。吾乃大司马上柱国武军都督府中军都督大将军宇文渊是也。来者何人？敢擅闯本帅洞府？我只是想找到一条出路。
别挡路。年纪不大，口气倒是狂妄，你当这里是酒馆，想走就走？让我瞧瞧你有什么能耐，可别死得太快了。失Thank you.